喂，我活着吗？我刚刚关掉那个游戏，他把我 OBS 关了。他把我 OBS 给关了欸。这游戏有木马吗？啊！不是，这游戏他刚把我的 OBS 关了，视窗截取。OBS 关，我跟你讲一下，我刚刚多紧张，等一下，我的影片有没有？重点是我的记录档还在不在？我看一下哦。好的，我的记录档好像坏了。哦，活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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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好好。嗨，蓝蓝。我刚刚在聊你，聊到哪里去了？哦，聊那个 CSP 啦，在聊那个 CSP， 他那个说在等蓝蓝教我，可是其实说真的，要说要怎么教也不知道、啊。没事，没有人受到伤害，只有我。没有，我最讨厌就是直播到一半断线。OBS 重整还是什么，要重开直播啦，因为分两个记录档上传，我觉得很烦。只有短暂的时间串流记录没事，对，就是我怕是怕说整个给我关台，然后现在记录档是分两个啦，所以等一下会有个什么绘图记录档跟吸血鬼记录，哎呦呀，吓死了，吸血鬼记录档啊。吓死！找各种来玩，你是说找素材来压压惊，这样子吗？颜值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好烂哦！这蓝色能干嘛？精英？嗯，是哎。一二三木头人，哎呦！我的档是 MMM， 我看一下。啊，内容 MP4 MP4， 应该是小精英吧。哈基有没有玩这个啊？会不会哈基也喜欢这种东西啊？杰克有玩，我知道杰克有玩，杰克、允月、阿旺、小雨都有。噔噔噔，都是皮鞭，他怎么知道我喜欢拿鞭子？小心一点哦。哎喂啊，干嘛啦？他推荐我拿这个吗？为什么会有这个箭头？什么意思？他记我是看他没玩，不过月月玩爆，我知道啊。音乐是一开始首发嘛？啊，因为我那时候没玩，就是因为我在玩阿尔宙斯啊。不然其实这款我那时候清单加很久，
然后所以他刚开始玩的时候就跟阿旺在他的台说，这款随机性还蛮大，但很好玩哦。我那个哆啦 A 梦又出现了。为什么会有？你有几率获得四个选项，什么意思？我要色色了，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是问箭头表示说选。哦，我以为他叫我要选这个嘞，白痴哦。我想说我滑鼠移到上面，就发现这游戏好像不用滑鼠，不是吗？买啦！打妹哦，打妹，这什么？哦，好开心！我晚点去找攻略好了，不是攻略啦，就是一些东西介绍，好像有点爽欸，对不对？你是说鞭子很爽吗？啊，这个我不知道啦，我是不可能被抽啦，也可能啦，好不好？另一半有没有比我还强势？我就让他抽一下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不行，上次你抽我，这次换我抽你。这样子，然后可能他就说：“啊，那这次你先抽你，下次再抽我。”然后下次抽的时候说：“啊，没有这回事哦，什么东西？没有这回事哦，没有哦。”而且要抽的话啊，去抽卡了。我也想啊。啊，金币！金币是不是可以带出去，对不对？是可以买角色吗？还是什么？买道具？抽！不！钱！这到底在攻啥？我说抽卡、啊，我说这次先让我就像这次雀魂啊，我不是说这次让你抽吗？对不对？那下次就是换我抽，你就说不行，都是我要抽的，懂吗？不要啦！它可以，它只能水平哦，蓝染，我画了那个爱心贴图了。就是不是有时候跟你讲说我想比个爱心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我怎么走这里？对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跑啊！跑起来！因为我知道这款游戏很毒啊，有多毒？再一局他是 boss 对不对？也不是，等等，哪个样子？哪个样子？我画了啊！你看贴图啊！你看那个贴图，啊，还是螳螂才是 boss。这游戏看起来很有趣，甘蔗。对啊，很有趣啊，甘蔗。对啊，而且最好笑的是稍早，我上传的图还没有，他说不是1:1不能传哦，所以才会有右上那个小爱心。
对，不然原本没有右上那个小爱心的。我没想到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聊天室好多人不知道这款游戏哦？应该说知道啦，但是没有玩，我蛮讶异的哎、欸，因为这款真的很毒哎、欸。虽然他不知道干嘛啊，我之前还有一个游戏我也玩很久，就是那个回圈英雄，就是它也是像素游戏，就是你盖的东西会决定那个你场上的怪的强度啊，还是有的没的，还有你的能力。我那时候就是用一个流派打不死怪，用魔的，然后我夺魔，我想一下哦、喔，我打完那他是回圈英雄就是一圈嘛，我一整圈打完要2个小时，如果正常流派的话，一圈大概10分钟20分钟内吧，因为越后面关卡越难，而且要血量越厚，就那一关。我打一只怪，我要磨大概5分钟以上。我磨了2个小时，我还跑去睡觉哎、欸。睡醒之后，我人还在跑哎、欸。你有玩真的有毒，你一定要玩啊！里面有柴鸟哎、欸，有柴鸟的东西怎么可以不玩？啊！啊！那口水乌鸦。我会玩 FB 游戏吗？现在没有了。以前小时候玩，不小时候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小时候在玩 FB 啦，对不起啦，我是老人啊。我想一下哦、喔，我那时候啊，在隔那个那天在谁的台啊？忘记谁的台。那时候说繁星好久不见，我就说嗨你好。他说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说请问你是？然后就开始讲说什么以前他是什么开心宝贝认识的，我说那完蛋了，开心宝贝我认识一大堆人，啊死了，有我的东西不是有柴鸟吗？完成，隐藏成就。那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一格一格的这个。还是说是获得2个之后就有那个额外能力啊？还是这什么意思？道具重置点数道具。最高的可以加次数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可以多拿2次吗？还是？哦哦，不是很懂，哈哈哈。哦，10块解锁，锁起来，锁起来。欸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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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、是是是是是，5个格子代表可以升级5次。哦哦哦，懂了懂了懂了，好，我懂了，谢谢谢谢。其实我今天本来想玩另外一款啊，猴子射气球，因为。它其实大概1个礼拜都会重置一次一个东西叫远征，然后远征总共有简单、中等跟困难。
他每次解锁完都会有拿到他一个奖杯，那个奖杯不，奖杯可以是可以卖那个买外观道具。我想说，而且猴子射气球大概中等加困难玩完吧，也快三小时了。顺利的话啦，不顺利的话当然会一直弄。我完全忘记要捡这个欸，不然没经验欸。我在那边，我还在那边慢慢逛，我的天！明天那个躲猫猫结束后，我们再来打日麻啦。明天不知道会玩到几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想想，礼拜三、礼拜四的时候，麻子就好像有稍微一直说想玩躲猫猫，然后有问人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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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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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看你啦，在讲明天的事情，等一下啦。对啊，明天我认识的就只有麻子啊，那其他都是他找的，可能有那个图文作家一位叫阿烟的，嗯，然后也会，反正都是麻子那边认识的啦，就是想说去交朋友去躲。可是我是蛮喜感，这个也是有前面的，操！我脏话好多，完蛋了。对啊，想说明天，我不知道欸，要躲那种很卑鄙的地方吗？我也还在想，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像阿米狗那样子规定，就是说只能躲哪里躲哪里，不然。太难找了，所以有时候玩到后面又会很心软，想说好啦，出去给人家抓一下还是什么，然后要大蒜直接冲上去。好，如果吃大蒜，你们会跟我接吻吗？不是说接吻啊，就是你们会闻我嘴巴的味道吗？这个人怎么那么恶心啊？这大蒜就想要闻，可是那个黑蒜吃起来真的不会很难吃啊，甜甜的，然后才只有一点点的那个蒜头味。我来，你住手！你说你吃大蒜吗？好，你去吃。白痴哦，点到左右键人物会停下来。等一下，我刚才问什么问题？我说我吃大蒜，你们会哦？白痴哦，不是亲啦，是啊，不是我啦，是说你们会介意有人就是吃完大蒜之后你们会靠近他？我是要问这个啦，我讲什么？哎呦，哦，繁星你在干嘛？我想亲人啊。我那时候有看到那个啊，人家不是说正确的吃那个早餐的方法，就是男生那个用嘴巴吃麦片，女生用嘴巴喝牛奶，然后两个去接吻。好像米娅不能接受这样子。那时候说米娅说
他只能接受就是前吻，不能接受深吻或是舌头伸出来的行为。大蒜很香，可是在嘴巴之后就会产生化学反应，欸，就不是大蒜了，欸。你懂吗？就是大蒜吃可以，但是它会在嘴巴里面就是跟唾液产生一些化学反应，然后就变得味道，欸，有点恐怖。我之前就看那个黄金传说吧，有人在挑战，就是一个礼拜都吃大蒜，结果他就是有次在那个他们的那个艺人那个车上面睡着，就嘴巴张开打呼的时候，整车里面被熏死。被可爱化了吗？没有啊，而且可你个头，可你个头！我用右手玩好了，左手玩好怪哦。这款玩到会发呆哎，欸，好好，哦，这好好，哦，好棒哦，就可以不用想很多事情，发呆，然后嘴巴张开再玩，要躲那些会动的，去吃那些不会动的就好了。哎呦！等一下，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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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，突然用右手玩又不适应啊！快逃啊！真的好好玩哦！肌肉！然后稍早米娅台的时候啊，我发现就他的台可以兑换那个碟字，然后他开始碟字的时候，就有观众问他你喜欢吃鸭还是喜欢吃鸡，他说他就回答聊天室的那个问题嘛，比如说你们说什么我应该可以，他说啊，我应该可以这样子，就他后面就要碟字，他说你喜欢吃鸭还是喜欢吃鸡，好，就到这边了。你会跟哈基一样？我会啊，我会啊，我认真，我画画认真的时候都会啊。我是嘴巴会忘记闭起来，不闭开，忘记闭起来的人。所以那时候他们都说什么？你认真画画的样子好好看哦，这样子。哎，然后我就说不会啊，我觉得我嘴巴会张开着画图。哎，他说是会啦，不过你眼神很专心，很好看，这样。我也看过那些认真在做事的啊，我觉得哇，那些认真做事的女生也很吸引人。展示她的专业，把那个眼神，那个美丽的眼神，让我吃。很可爱啊！哦，懒懒你也是哦，
很早之前蓝蓝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时间暂停。哦，哦喂，哎、欸，那十字架是干嘛的？我要去了。你知道那天不是啊，下午啊，这个可以讲吗？有点想讲，可是这有一点，有一点，因为这是我们啊，不行了，卡了。金锤木的怪哦，谢谢。有了大蒜，就是我们稍早在开台前，就是 Obo 有说他看到一个很地狱的想分享，我说好来分享。他说哪里可以遇到熟人？有人说什么汉堡王啊、麦当劳啊，然后就有人说是那个哪里庞贝城哦。就是那个火山爆发，那个一夕之间直接消失的一座城池，庞贝城啊，飞岩江龙的，我那时候差点回八仙乐园，不是因为他说的熟人，我就是想到说是烤熟的熟，然后他讲说哪边可以遇到的时候，他要讲出正确答案，就是人家那个留言的时候说庞贝城的时候，我其实想说。八仙乐园，我觉得我好坏哦！天啊，因为在地狱最后一层，然后我就说，怎么能有人会比我还地狱？我觉得爸爸有时候的地狱，我也觉得还好，因为可能我们彼此的地狱梗就是有时候没有搭到线，至少我知道我这边的地狱梗是小雨哈基他们会笑，不，哈基会看，但是他其实，我不知道欸，因为他以前早期像我说的，他其实很早期，他是很排斥黄色笑话，或是一些黄，就他很不喜欢黄色的东西。然后，因为我那时候他是。因为我顺便擦一下手吧。他那时候，他只要听到黄色笑话还是什么东西的，他都会先在比如 SK， 他会说：“哎，那我先离开，你们讲完之后再跟我说。”然后讲完之后，我们就打字说：“你可以回来了。”然后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就是不。”他就说：“他不喜欢听这些东西。”啊，结果嘞？啊，结果嘞？怎么这三四年期间啊？其实。他也没多说到很会开车，他就只是我们喜欢把他歪去开车那个方向。真正会开车也还是我而已啊！你看哦，又会开车，又是住十八层地狱，那又是理想情人，他又是恶作剧的首选，对不对？其实那时候有说，如果再真的调查一次那个谁最会开车的话。对不对？那因为那时候的选项没有我啊，他们那时候选项没有我，然后就是因为那个选项蹦出了哈基，我觉得是有在灌票啦，有人在搞啦。理想情人真的啊，你去看，你不是也看过？那时候还在高校的时候，然后做了统计啊，第几名？第二哎。我没有分那个校内跟校外嘛，然后校外的话，我忘记校内是第几名，校外的话，第三名好像团团吧，啊，第二名是谁？阿纪，啊，第一名我啊，列车长是我，对啊，你看，一个那么爱开地狱梗的男朋友，对不对？他又色。又色又爱恶作剧，又爱捉弄人，然后又，
杰克最不会讲地狱话，是最不会讲的还是允月。允月其实他就是早期的哈基啊，他有时候看那些地狱梗，他都他会这样子而已。那真的他不知道好笑的点在哪里，因为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可以笑出来这样子。那所以就是就我们也没有强迫说彼此要喜欢彼此讲的话，对不对？不然这样子太累。就是有些比如啊，今天在聊聊聊一些事情是这一曲，然后聊另外一些事情又打散又重新另外一曲这样。你不止地狱列车长还开车开火箭。没有啊，因为我觉得好，我老实讲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黄色笑话真的是太还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们喜欢开黄色笑话，就像吉娃娃，对不对？吉娃娃神经质，喜欢乱叫乱叫乱叫。就比如说那种小小的叫小小的叫啊，真的要咬又不太敢咬那一种。啊，我就比较像是藏獒，就在那边听吉娃娃叫叫叫叫叫，叫完之后就吼了一声，然后咬了一口这样子。我比较像是这种东西。真的，我就觉得他们的黄色笑话就觉得还好啊，然后我才会补了那些更恐怖的东西出来。全部都弟弟妹妹一样，也不是弟弟妹妹，就觉得是怎样，黄色笑话的等级太 low 了。我就觉得好，就在旁边看他们的 freestyle 有没有啊。我想到一个那个什么中国有嘻哈的评审有几个，你们知道吗？有在看的中国有嘻哈评审有几个？等聊完这个，我们再来开这个，我们再来继续玩游戏。懒懒说三个都对，这其实是正确答案，但是真正的答案是四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死哥对不起，评审有死哥。好了，我们开始。没有啦，真正裁判是三个，但答案那个笑话的答案是四个。死哥，什么？话说踩地雷不是你的题目，但是我笑得很，对，它不是我出的题目，我盖的，但是我真的笑得很开心。我觉得我不是，我真的边盖边笑，哎，笑超久的，哎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们去地狱如果找我的话，报我的名字应该有用啊。子哥，其实有这样的男朋友不错吧？但无聊可以逗你们开心，但是也是要喜欢听地狱梗的女友，不然可能就会跟允月一样。好、哦。然后反而这次末日真的没有什么动力想出门挖矿、欸，结果我把我的钻石都败光了。我想要一个丝绸之处，然后去挖一些矿物来装饰家里还是什么的。去地狱大概繁星的名字，对吧、啊？就是比如说来淡水报我的名字。啊，我有说，我今年比较收敛的啦，就讲比较少了。你会发现，最近的精华其实我的声音很少，都是他们的声音比较多。因为主要也是我真的觉得我讲的话太地狱了啦。
哎、欸，这只好用多了哎、欸，至少它会自己瞄，不用转向什么的。哎、欸，等等，我趁我抓痒啊，再来左上到右下，好，往这边走。好，左下到右上啊，怎么会一样？你说像这个、哦？断头能干嘛？你说像这样子吗？可以挂网是不是？也不行。等一下、哦，断头只能面对蝙蝠而已吧？哎呦，白痴！哎、欸，我问哦，现在吸血鬼还是有办，是不是要用一些很奇妙的方法才能正常打死？如果没有奇妙的方法，是打不死吸血鬼啊。当初菜渣地狱猎车场应该还要有你，不是？就是我觉得阿静已经够可怜了，我觉得他。你懂吗？我其实也很喜欢开他玩笑，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被太多人讲话了。没有那天那个谁燕子其实也在，燕子他那时候我认识他是在菜渣台的时候，那时候有看到他们就是在菜渣的那个聊天室打繁星快逃，不要接电话，快逃！我就接下来，喂，怎么了？然后菜渣就说：“欸，分析。”我说：“啊。”你在干嘛？我说在睡觉啊。你可以接一下 DC 吗？然后其实精华没有剪出来啊，那是我在过程中讲了很多。那再来是什么？那个谁跟谁的那个体重还是什么东西的？我就直接回，请问单位是一样的吗？请问他们单位是一样的吗？我也觉得列车长没有我很可惜。对啊，那时候他们那时候我一接起 DC 电话，打开特大聊天室，每个都说分析快跑，分析快跑，分析快跑。有听过站在山上看屋小，我然后嘞，啊，死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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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向宇宙，那还好吧？我是听过那个啊，远坐看山小，啊，这种看山小这种东西，我觉得还好，哎，就只是以前会笑啦，可是长大后觉得这还好了，太 low 了啊，没什么好笑的，太 low 了，太 low。对啊，我就说，请问他们单位是一样的吗？这老师教你的？什么老师啊？我可以认识他吗？我觉得我们会是个好朋友哎、欸，好朋友。嗯。哎、欸，现在还有好朋友牛奶吗？好久没哎、欸，好像还有对不对？以前的好朋友牛奶的巧克力牛奶好好喝哦、喔。以前在全联上班的时候都会买来喝。有哦，好诶。不过我
最近没有在喝调饮跟饮料了。欸，我可以喝牛奶嘛，调味奶算嘛，还是只能喝水？那其实最近嘛，最近我其实鼻子里面不知道是鼻涕太多还是什么痰太多，就我会是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会影响到睡觉的时候，就是觉得鼻子里面有东西，会想去洗掉。然后我那时候最扯的是那个那时候在 FB 开台，开到我鼻子里面的鼻涕吧还是什么，就是一整条。然后清不掉，哦，我懂你装他的意思哦，好爽哦，好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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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喜欢，就是很像你的，就是你有时候会吃面，吃一吃吃到就是面没有咬断，然后导致说有些面条卡在喉咙里面，然后我当时鼻涕的情况下是像这样子，就那时候很痛苦。可能我怕，可能我太怕人了啦，所以才要在地狱深处，对吧？啊！完了，完全不痛，打怪完全不痛。啊！我晚点再来想一下那个动图要怎么做好了。就是步步那个洞，就是一样嘛，就是画两张，一个是步步，一个是爱心，然后慢慢把它变大。有爱心没变大，是步步变大。去吃烤鸡呀，啊！哎，欸，好，不是哦，刚没看到。噔噔，要帮忙吗？帮什么忙？你说做洞图哦。可是这个动图我不知道怎么弄，欸，我不像你那个做的那么好，你不是一秒几帧在做吗？啊，我没办法做得像你那么滑顺啊！啊！后蝙蝠不要推，可是蝙蝠，北蓝蝙蝠，呸屁，啊，呸屁啊！不要啦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！我不想要撒娇啊！看一下，喔，动图，步步从爱心冒出来。你们是在给老居课题吗？你知道，如果老居真的要帮我的话，我是直接丢图给他，欸。可是，你知道讲这样子我如果之后做赖贴图的话，又要麻烦你啊！我想说，就先自己试试看啊，总要学着长大的啦，不然每次都靠你们。可是我有努力在长大啊，对不对，小鱼？哦吼吼吼吼吼吼，因为你先试试看收钱啊，好啊，有什么问题？死了，我听到收钱就去死了。开始啊，开始。返回道具，先加哪个比较好啊？感觉我都没有用到这些菠菜。
付你钱就可以了。那我要先看成果。哎，重置要钱吗？哦，繁星才刚完哦，当然啊。哦，你都没在看我台哦。哦，难过，我喝个水。磁铁吗？可是磁铁不是要拿到才有啊？我有磁铁吗？不用钱。哎，不是，那重置点数的钱会还我吗？应该这样问才对。哦，你难得有空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哦，也是啦。比起你雨，我更久没看到他。从之后把钱还你，然后重新点啊、哦。好，谢谢。那你们有要推荐哪一只棋手吗？我这只太难了，这只跟这两只，这两只应该没有在推的吧？哎、欸，所有武器耶，可是感觉还不错。好啦，选这只，会全部，所以才可以放心点。这边加成是直接给的，不用拿到哦，是这样子哦。鞭子，我没玩到最后，我还没玩到最后。好好好，好，没钱进去赚钱，开始，没关系，我私下一定还会玩爆，好不好？拿鞭子。不是幺幺，你有玩吗？我不想相信你说的话。上上下下，左右左右 ，ESC Enter， 这里吗？上上下下，左右左右。赔几次啊？好，没了。哇哇，谢谢。那跟猫站那个一样，开那个门20次。哇，谢谢你，我给你一天扳手。谢谢你，太饿饿。好棒哦。刚玩角色的话，多解成就才会开启新武器跟被动。哦，我去开武器，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所以这边都是被动。好，可是你们说的磁铁在哪里啊？我没看到啊。哦，这个哦、喔，这游戏非常干，非常干还是干？干我还行啊，我蛮喜欢玩干的游戏啊。啊，完蛋了！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这是谁？哦哟，番茄！哦，原来是你啊！原来是你啊！嗨，番茄，感谢你的会员，爱你哦，给你爱心，有没有？就可以给了。好像夫妇在吹泡泡的啦。有一个特殊的角色解锁方式是。在选小的暗面按 X-1 哎、欸、对，我好像知道，哎、欸、是不是幽灵还是什么，这里对不对？那么 1-1 啊，不对不对， X-1VIIQ 之这只嘛，哪个打不出来？有点失望口气是这种情况？没有，我已经给你爱心了，我怎么会嫌弃呢？加一个点哪个比较好？移动速度还是血量？复制，好，复制在哪里？恢复吧。台湾移植肝脏肝蛮多的，我、哦、靠腰哦。我想说你在讲什么？
你先洗澡等再回来。好。好的好的。没看到欸。哦，你是说请问以后叫繁星绰号要叫地狱大魔魔王大人啊？不用啊，地狱也可是有，地狱也可是有教主的好吗？我真的太无情了，还好吧，愿打愿挨啊，他们就喜欢这样子的我啊，对不对？只是少中啊，啊，哎呦喂！感谢黑乌鸦的超级留言。只是你要知道，就是因为我偏是少中的，所以才过气。哦，怎么那么最近开始喜欢消费自己啊？天哪！哦，繁星，你怎么可能过气？还那么多人爱你。好，我们开始玩。嗯，声音还是有点小欸。这样。哦，难怪那时候想说怎么他们有时候这边一排超多东西的。后期很多用到复制。没有，可是我没看到复制啊，复制在哪？成就还没解锁吧，是吧？哎呦，鞭子是不是？鞭子很强是不是？啊，鞭子很强是不是？幽灵到底怎么拿？不是幽灵，不是用打的啊！哎、欸、呀、啊，等一下，那我问一下，我刚刚那个骷髅是刚刚打那个密码出来的，还是？哦，不是哦，哦，那我等一下再回去打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死回去嘛。好，鞭子范围大，不是你没玩，你不要。哦，你没玩，但你有看别人玩吗？结果你也说没有的话，我会生气气哦。你看，我都气到用叠字了。欸，射好快哦，变快了，变快了，变快了，可以射射，可以射射。可以射射，可以射射。啊，我本来也是想画那个啦，今天不可以聊聊。这样子。不然最近感觉被冠上了渣男的感觉。打没用，用复制的。欸，再打一次，我现在马上复制。感谢感谢。幽灵觉得不好用，没有，他只想解锁收藏而已啦，就对不对？你只是想收藏，你没有想要。渣男就到处撩啊，每个都说嘴巴怎么最近越来越有了，怎么以前不会，现在会变这样子？欸，我以前真的不会撩啊。我是不是应该要早点玩恋与制作人啊？对不对？应该早点玩的，好后悔哦，太慢玩了。没有，根本没玩啊，白痴。啊，薯片小姐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打那个什么 X dash X 给我啊，复制一下、啊，等一下，我现在马上复制。玩过一小段，你不是李总的吗？你不是喜欢总裁？
他不是喜欢总裁，他喜欢总裁的财哦。哦，都对啦，总是喜欢钱啊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我刚好复制。有机会，诶、欸？是什么？哦哦哦哦哦哦！喜欢喜欢喜欢你喜欢你。不是冻结没伤害对不对？哇，我喜欢屁呀、啊，我喜欢屁呀、啊！啊啊，繁星。喜欢啥？会不会玩？要靠近打、啊。没伤害，好烂好烂，我没伤害。是冻结好逃吧？我觉得我好像是那种鱼，那种虎鲸还是海豚，把一群鱼包起来，然后开始在吃。冻结之后会到，我们先不要提未来，我们要想的是现在，好吗？没有现在，何以未来？怎么办？我想要这个哎、欸，我都没伤害。我忘记那首歌什么，有多久后座没人坐，没人抱着我，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？嗯，离开你以后，哎，鞭子应该有伤害吧？有啊，可是他鞭子是横的伤害，好吗？怪不会傻傻的横横的那这样子让我走啊？是啦啦啦啦啦，为什么？范围又不远。不痛，不痛。谢和弦吗？啊！年轻，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喜欢一个人？算不算？什么鬼？再没有你以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说我们没有，我们先讲现在嘛。你看，现在已经很难过了，我想以后很有用。好啦，我以后再玩。我以后再玩。多久？哦，是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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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以后了。噔噔噔！哎哎，他很想让我有以后哎、欸，我们是以结婚为前提。拾取道具等等等
以后要等几岁？大概五分钟后吧。噔噔噔。我那时候看到蓝蓝说想唱歌，我想说，哎，对耶，我们有多久没去好乐？想想前年我生日那天的前几天啊，九口生日，我们去过好乐迪，我就在那时候去买那个、啊、牛仔外套。那时候去过好乐迪，多久没有再去了？多久疫情爆啦？等级六。有哦，有哦，有哦，伤害好像有哦，有哦，都没有我，哎、欸，都在等你，知道吗？全世界在等你耶，我们都很期望是在包厢突然看到进来的不是秀秀，而是你，不是我真的会气死哎！妈，唱歌带那么甜那么甜的蛋糕进来，而且那个蛋糕是他自己想吃的，他说。我说你怎么会买那么甜的蛋糕啊？你说在唱歌，他说因为我想说生日啊。我说生日也不要买那么甜的吧。他说因为我想吃啊，我要气死了，还等着去六福村。哎呦，真的好想，不止六福村，我真的好想再去游乐园玩哦。啊啊啊啊！鞭子鞭子鞭子没拿到哦。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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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繁星，繁星怎么拿到鞭子？哦，繁星，太让我，你太让我，你太让我丢脸了！追着跑，追着跑，追着跑，追着跑！卖照，卖照，卖照，卖照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要跑，要跑！完蛋！秀秀，哎、欸，真的气死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就因为自己想吃，吃完那一口之后，我整个是锁喉，好不容易开嗓了，结果喉咙被锁住了，不行啦，啾啾！给我宝箱，给我宝箱。不要，我看到私讯，我不要，不准。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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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。哇哇，你们说的未来来的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对不对？这就是未来对不对？冲啊！冲啊！不行，他怎么可以穿墙、啊？这就是你们说的未来吗？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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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逃过了耶！发射一枚飞弹。对，哈哈哈，耶、yeah! ！我撑到未来了，完蛋了！喝一手啤酒就开回来
会不会你开台露脸的时候来一块超甜的蛋糕啊？我不喝，我会喝，但是理论上我是不喝。靠呀，有人喝需要人陪我才会喝。就比如说今天五个人出去，他们四个人喝就好。还要不是说什么今天五个人出去就一个人喝，他说没人陪他喝，我可能就会陪他喝了。或是说大家都不喝你喝屁呀、啊、喝来喝果汁。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？所以这下面还有东西，我只是还没解锁出来，对不对？需要复制这个东西吗？算不算天分？哎、欸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开始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等一下哦，你们说什么 ？X-XEV。IIQ 出去进来，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哎、欸，复制贴上没有哎、欸，请教我怎么弄？复制是第三排最左边那个，道具一二三，你说这个哦？哦，我差十倍，感谢感谢。跟我一样打不出来，对啊，还是我要这样子打。也可以死，也可以死。还是他是要用那个啊，不能用右边的。哎呦喂啊，不能用右边的啊。夜猫跟我说要有黑哥哦，现在还不行就对了，不能用右边的打，没有，我现在用左边打也打不出来，没事没事，现在有消息说还没有解锁，不能用数字变那边，对啊，我没有啊，我现在都是用那个键盘上面的啊，左边的啊，我打一样也没有用，哦，你有几哦？I I I 哎哎哎哎，有声音了。然后嘞，哎、欸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耶、yeah! 欸！哎，陈，那个减号是零右边的那个哦，零跟等于中间的那颗哦。挖了干，挖了干，啊啊啊啊啊啊！对呀、啊，多试几次吧。你刚我刚看，我刚也是进出两次才打到的啊。你试试看呐、啊，啊，你再试试看。这什么好玩吗？啊，是不是很容易死啊？没事没事，我、哦、一滴哦。你试了三天，哇！听说那只后期超强，又在未来了，是不是？好啊，我们以未来为前提交往。抱歉，我再试一个月吧。天啊，也不是这样啦。哎呦喂啊！
欸，这个一个金币是哦一块钱，靠腰，看到了。有闪电戒指记得拿，我刚刚有在想啊，我记得那个也很强。好，以后我知道了，好吗？以后我会拿，需要有戒指才能结婚嘛，对不对？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要谈以后就要拿戒指。拿了拿了拿了，来，我来抓羊，我来抓羊。你要买给我了吗？你要什么戒指？你不是应该跟千石拿吗？那那结婚要干嘛？放和平鸽那些不是吗？你可以叫鸽子去串场了，但它不是白色的啦。人那将就一下，应该差不多啦。我是在选角那边打的，对啊。番茄怎么了？靠腰，我把番茄跟懒懒认错了，哭啊，干！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以为是懒懒打字，我认错人了，抱歉。然后啊，番茄怎么了？看了一下，哎、欸，不是懒懒哎，你前十是我的，对，不是，看到红色的头，没看到 ID， 我很抱歉。淹死你的，没人可以跟你抢好吗？谁会跟你抢？就算没人跟你抢，千石也不会离开你啊！笑死，看错了，和平哥，睡啦！鸽子，鸽子，哇，鸽子！幺幺晚安，一捆，哎呦，哎呦！这游戏赚钱就只能开箱子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哦，最近下午，反正你们看了，你们觉得今天天气很热啊？我大99%好吗？啊，在地狱不会开台。啊，今天要么我开台，要么电脑爆。当然也是要选吧，钱也可以开比较多。
贪婪哦、喔！我现在可以点了吗？我刚看好像钱不够哎、欸。喵，开箱子打地图的火把赚钱，天赋有个叫贪婪的可以有印象。好，拿去点，看多少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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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快，一块，快，快，白哥好像在一局练到七之后解锁黑哥，好。没事，那些东西玩久了吧，自然会解开，也不是自然啊，要爬个文才有办法。白哥，白哥，我想要白哥，我就很不爽。现在全联，我不是说 我管的地方是前一个人很烂很烂留给我的区域，就是狗饲料啊，那种杀虫剂啊，洗衣精洗衣粉，就是很难分类的一个地方，然后丢给我。结果咧，那时候就是说什么一个厂商跑来问我说，欸，这个可以让我们用吗，什么之类的。然后说反正没有摆东西，我说好。有好完之后，那个我们店长说，欸，你知道这个是人家有付那个付什么费用之后，就是欸，那是什么东西，付那个场地费吧还是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就被那个白哥的厂商拿去用。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啊。他说那你赶快把它下架啊还是什么的。把它东西都弄下来，就弄下来之后，那个白哥隔天又把东西给塞回去，而且把那个弄很乱，我就很不爽。哦，三等的，98块。噔噔噔，太保箱按 ESC 可以跳过部分动画哦，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刚刚按 ESC 没有反应，刚刚啦，不是上一个，就是上一场我想按 ESC 按掉，可是按不掉。交接没交好吗？哎，里面就很大小眼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觉得说那边就很烂，几乎就是不管不管不管，管到就是说准备要交给下一个人的时候，就只是你懂吗？就是很像那种临时紧急去弄个好看的牌面，还是说什么东西，就直接交给这个，交给下一个人，然后他就离职了。而且我去接的时候，我就整个很不爽，超不爽的。然后我们店长那时候还说，先找一个就是里面的工读生来帮我，就是重新整理一下就是仓库里面的东西跟卖场。结果整理完之后很漂亮，但是几乎都我在弄的，那个工读生也没有干嘛。那个工读生就我之前讲的一个说，他很想要就是叫我跳那个液压机。然后叫我跳下去看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我才会说我一直有这个记忆在，我真的很想要把这段记忆给消掉嘛。我有讲啊，
我很想很想要把这段恐怖的记忆给消掉，可是我一直忘不掉。然后我就会一直去脑补，说我跳下去被液压机压下去的画面。然后那时候蓝蓝也有说想要做群灵之类的，我想说不要不要不要，你去做小七也不要去做群灵。我是没做过小七啦，但是至少不要给我去做群灵。那攻读生没有脑，没有，我就说他里面其实很多人已经很不爽我了，就是因为里面的一个女攻读生，她就是去跟别人说 我喜欢她，在骚扰她还是什么的，就刚刚明明就没有这回事，就一直去讲，讲到后面就是每个人都信了，连店长不是派我去做卧底，真的是做卧底哦，就是叫我去看他们有没有专心在好好上班什么之类的。然后他们就怀疑到我，怀疑我说是不是我是内奸，我是内鬼。哦，啊，重点薪水呢？里面的应该说也不是说攻读生或是正职啊，那时候去全联做，他会跟你讲说你是正职人员，但是你领的还是一样是时薪。然后你一天上班八小时嘛，然后吃饭时间一小时，吃饭休息时间一小时，再来是一样就是责任制，就是你东西弄完才能下班。意思是我们那时候几点？从八点开始吧，八点开始，然后八九十十一十二四小时休息嘛，然后四小时到十二点休息，休息一小时一点开始嘛，然后一小时开始，二三四五到五点嘛，刚好八小时。可是你要东西弄完才能下班，东西弄完都已经六点七点，而且全联你怎么可能会把东西弄完？你东西补上去啊，客人就拿东西下来，懂吗？弄到已经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点边调研的在那边边补货了。我在这个画面输入的啊。需要资源收银吗？要，不要说收银，输赢都要好吗？就是，今天不会说吗？请大家才叉叉叉资源收银这样子，然后就马上冲过去啊！我这样讲一下好了。今天，我们那间店主要收，今天也不是偏小间啊，就是那一间店收银台两个，左边右边。然后今天如果没事做的话，会请一个会有一个主收银，一个副收银。主收银人员就是整天都站收银，那副收银人员就是你要去管好你的卖场，然后你管好你的卖场，因为店比较小，所以就是卖场是你的，资源台那个收银台也是你的，不像一些大卖场，就是你今天就是一整天都站收银这样子。然后
你站完，欸，就是付收银，就是好，没事了，没客人了，就是放个那个嘛，暂停那个结账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去忙自己的东西，然后就走出去之后，不到两分钟或一分钟，噔噔噔噔，请繁星支援收银，就马上又冲回来，然后根本没有走到啊，我那时候就是马上走到的那个位置的时候，因为地板太滑，一听到噔噔噔繁星的时候啊，我就马上滑倒。然后那时候我伤到，我其实伤到胸口，然后就是一结账的时候都会那个有会员这样子，我就是这样子讲话。然后我们店长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滑倒撞到，伤到胸口了。”他说：“啊啊，你要不要去看医生？”我说：“当然要啊。”然后就是，但是我那时候晚班，然后中医那些东西都是下午才开始看嘛，啊，结果我。因为晚班的话是一点两点就要上班了，所以根本来不及看啊，还说啊，他们什么意思，他们就说那你就吃饭休息时间去看医生啊，我说哦好啊，去啊。结果我一过去的时候，我连饭都没吃哦，我就先去看中医，就我挂号的时候前面还有五个人，我想说应该来得及吧，吃个饭什么之类的，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前面两个很快，结果再来的两个就超级慢超级久的，一个客人对吧，一个不是客人，一个病人就看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以上，就轮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剩下那多久哦，那时候七分钟我就要回去了，我就马上打电话跟店长说那个现在才轮到我，所以等一下可能会迟到，他说哦好好好这样子，好完我结果我回去的时候他说那个繁星，我说他说啊，由于你刚刚就是吃饭打卡迟到，那个迟到了四分钟啊，先跟你讲一下啦，会扣你薪水什么之类的。说啊，我有跟你讲啦，说对你有跟我告知啊，但是公司规定就这样子。他也说我就这样子讲的，我说那我刚刚干嘛叫我去看那个中医？就他怀疑说我是到处晃，到处晃晃到说就是怎么讲，你懂吗？假借那个休息时间，结果你跑去逛街，逛到结果剩下最后十分钟、二十分钟跑去看医生，然后看医生才跟店长说这样会那个会迟到。他觉得我被晚班带坏，他因为晚班那些都是休息一小时，他们前五分钟就会在厕所里面那边什么整理衣服啊，然后化妆啊、梳头发啊，女生啊，然后。等五分钟过后，刚好整点七点嘛，吃饭时间七点的时候，他们才打那个七点的卡，很准时哦，七点整哦。然后再休息完是八点嘛，八点打完卡之后又去跑去厕所，那个整理服装仪容，然后我都看在眼里啊。你也正在玩游戏中，可以挂机了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子。喂，我们要先看一下，贪婪吗？好，贪婪知道，我先去尿尿，我好急哦，好过分啊！还有更过分的，来来来，等一下，等我娓娓道来，先去尿尿。好，回来了。然后更过分的就是，我那时候他一直去跟那个男的嘛，就是说叫我跳 ERG 的那个男的说，他们就在那边窃窃私语，窃窃私语，私语到后面有一个就是带我的那个一个正职。哦，讲到正职就是，
刚我们不是说他那个里面说正职人员跟工读生吗？啊，工读生的意思是四小时啊，正职人员是八小时的工读生。所以我那时候离职之后，有去那个巨匠还是什么，还是什么什么就职什么挖沟的挖沟，我还忘记是什么了。然后我去，他是说这种东西至少要有什么三个月以上的那个正职人员经验这样。结果我一直以来，我不管在那个农会还是在全联，我通通全都做的是工读生，我完全没有做过任何半个。因为那时候去全联，他是说，欸，要上正职班，我说好。那时候我也是说，可是我不想上班，然后就这样面试嘛。我那时候是我爸介绍我进去，我说，可是我不想要上班。然后我们那个店长还说，哦，这样子哦，你家那个什么，就开始一直问到后面，就下午就接了电话，那个明天上班咯。他在全联那边，就是你会看到收银台那都是挂蓝色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注意一下他们那个号码牌，那个证件那个名字上面都会挂那个果牌，蓝色的话都是一律都是工读生，绿色才是真正的正职人员。嘿，然后就是一直晚上啊，就是反正你就记好红橙黄绿蓝靛紫嘛，没有紫色的东西，但是有蓝色嘛，就是从蓝色开始往上推，蓝绿对不对？红橙黄绿绿蓝，红橙黄绿蓝嘛，蓝色是最低，再来是绿色，再来是橘色，再来是红色，这样子分。反正你看到只要牌子是彩虹越上面的，就是阶级越高。好，那回话题，就是那个女的跑去跟绿色牌子的说，那个繁星每次都在骚扰我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然后我就说，我骚扰他什么？你去调监视器，我是不是在下面做事情什么之类的？结果真的去调监视器哦，啊，也证实我真的都在捕获弄东西。然后他就是他讲什么？他说。对啊，就是他弄东西的时候在看我啊。我说哇靠，你刚刚的证词是你在仓库的时候我看你。我说好啊，今天我都不要看你啊，我就说你也不要看我。那今天就是我在做事情，他路过我的时候我没看他，就他在旁边看我。为什么我会知道？我余光瞄到。后来我就说店长，你可以调个监视器啊。他说怎么了？我说他一直说我看他，你去看那监视器，看他有没有看我。就调了一下监视器，然后把那个女生叫过来说，那个谁谁谁啊，你怎么在电梯门口一直在看繁星？我说因为我怕他看我啊。哇靠，我鬼东西，现在是先喊的先赢这样子，我觉得很不爽，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很想离开那边。他们就问我说你到底怎么，我说没有啊，待得很不爽啊，我超不爽的欸。原本有想过去敌人打工的，但听完欸不要，千万不要，那个，也不是说全联真的不好啦，但是我所听到目前的店面啊，淡水这边啊，我有去支援过淡水的里面，反正工读生我不知道，但是他们会要你能力做到非常好，对，他们可能。因为我有去过大型的店那边支援过几天，他们就是很简单，就是收银归收银，卖场归卖场，所以其实在卖场工作还蛮开心的，不要去占收银就好了，你卖场工作就你乖乖的补货就好了啊。有些店面他会是能力比较好的，就是把东西都搬出来给那些工读生，就是你看到地上只要有箱子你就补货，他们是这样子，我觉得那间店超好的，他就是你今天东西都拉出来了，然后你只要看到地上有箱子你就去补货就对了。然后就我那时候去支援就开心，很开心在那边补货，然后回到我们店面我就是摆臭脸。这什么逻辑？就他哦，就看人吧。我觉得那后来我有说那个女生最后是跟我同学在一起，
然后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之后分开，我就问他说怎样，那个女生如何？我妈的婊子！后来是男方，好像男方主动提分，就我朋友主动提分手。我说怎么了？说啊没有啊，他就是感觉你以前很可，他说我感觉我以前很可怜。我说知道了齁。后来详细他也没有讲啦。耶、yeah! ！开始，继续玩。我们不要被那些，不要被影响啊，对吧、啊？所以现在真的要我回去再做一些工作，我觉得，不要我觉得啦，我肯定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存活。我已经失去了正常人的生存能力。大，我觉得我会凶客人呢、欸，我一定凶客人啊，凶爆！哎、欸，直接摸掉就好了、喔，不用打哦、喔。啊，确实，我那时候说我想画那个麻雀吃东西的图啊，确实。嗯。我会凶客人啊，凶爆！你不一样啊，你是你们家在做啊，全联那些你要领老板的钱啊，你是去别人那边去工作的，而不是你家族企业之类的啊。你有幽灵的啊，你最后怎么结束的？一直打，如同无法回归，就是说那个啊，你一些野生动物你带回家养。就宠坏了他，就跟公主病嘛，你宠坏了之后，他放出来的话会害到下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还是番茄有去你们那边应聘？啊，我都不做事，我在旁边凶你。啊，是要补多久？太阳下山了哎、欸，几点了？不用吃饭哦、喔。哎，破音，气到破音。啊，阿斯要让我下班开台。那倒真的，对啊，就是。哎呦，啊 ，tomato， 没瓦固。没事，我也在凶人。哦，好想看你怎么凶人哦！远端操控，谁帮你操控啊？天哪、啊，人这么好，有没有远端汇款之类的？远端赚钱啊，好不好？这样啊，小鱼，就我们讲的嘛，你就远端，你帮我开台，钱都归你，你就会知道钱多难赚了。有繁哈，不是繁星开台哦，哦，好吧，没有超级留言的，你那天都在做白工。我又凶又臭脸的，好啊！你真的要想呢、欸？今天如果不是我开台的话，你可以了。你说现在吗？那我给你串流金钥，不要给我播一些什么奇怪的影片哦、喔。连我自己都没有看，你在那边播一些奇怪的影片哦、喔。现在人根本经不起凶，啊，就动不动客诉啊！哎呦喂，哎、欸，你好久不见了哦！感谢空宇的会员，哎、欸，你最近去哪里了？最近还在跟那个隔壁土司喵聊说，
那个他说我的大字喜跟字一色很扯，我说还有更扯，你往后看。然后看到后面，他说等一下天河是什么鬼？我说对啊，他很夸张，而且我喂的很棒吧？因为最近土司庙在玩日嘛，就给他看一些牌型。我先把我的头像换柴犬。哎呦，你说最近小运才被盗那件事情吗？很少出来，然后最近在谁的群？没事吧？我也说欢迎你们去，有地方待当然欢迎好啊。对啊，又没有强迫一定要逼你们在吐窝。明天转白班了，要死了，先睡了，好，拜拜。哎，陈，你是护士对不对？啊，你是护理师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那一位燕子也是护理师哦。啊，这样讲可以吗？反正现在蛮开心的是，有两个护士妹，不是护士妹，对不起。燕子打字，我不知道他不知道还在不在，他有时候时不时会出现一下。对，然后已经讲了，干，我在想你们会不会单位同一个啊？陈，你是在哪一间？你在高雄吗？某陈群，哪个陈？陈陈，还是陈陈？你在南部的哪一间？台南。不要回收！你在花莲哦，不一样啊！你真的是你。那个空宇啊，我跟你说，台规多了一个叫做不能回收讯息哦。你是最边缘的兔子，花莲是不是还有晴儿啊？还是晴儿在那个宜兰，还是哪里？哦，好啦，体谅你一次啊，你真的太久。平时那些路人我就直接 ban 了，这次体谅你一次。我们在陪他玩，陪谁？土司喵吗？打死他！我昨天有跟他讲那个啦，叫他把时间不要调300秒。他在东部吧？啊，你们不是东部人哦、喔？369，你们喜欢去哪一个地方玩啊？我是说剑湖山、六福村跟九族文化村。我其实从来没去过九族文化村。还是要讲3小69。六福村是不是比较大啊？小人国比较小，小人国比较小，讲干话。下次有机会遇到你再说那位。好，他也是蛮长，都是在那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暂停了。他蛮长，他其实都是在半夜好像才下班吧。都在回物居多哦，好吧，我也没去过九族。对啊，
没有啦，没有整天在那个369的啦。哎呦喂啊！夜猫在哪？哦，嗨，好久不见。对不起，我没有看到名字，我是看文字，刚被遮住了。好久不见 ，Long time no see。我刚吃了什么东西？什么绿绿紫的？有族的玛雅探险好玩。燕子出来了，燕子出来了。燕子，我跟你说，那位陈啊，是我们兔窝最早期的护理师啊，你是下一批的护理师。对对对，这一位。它是只可爱的燕子。哎呦。好啦，那个陈，赶快晚安，晚安。我想说，你提到早班，我说对呢，你是护理师哎，赶快休息，赶快休息。护理师很累，超累的啊。因为护理师承受的，应该说医护人员、警察那些，其实承受的压力都真的非常大。要面对一些家属，而且有些家属真的是来乱的，来欢的。怎么办？来吧，冲！这什么？哦，好爽！好爽啊！最近在超商上班很晚哦，辛苦了。给我教主晚安，嗨可可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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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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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数掉了，融化了。您在上班的时候，时间是固定的吗？废话，那种东西都是有排班的，好吗？先跟你讲说，晚班就晚班。复制器。哎、hey ，好啦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再一场吧。虽然很毒，我私下可能也会玩，但是想要休息哦。噔噔噔，好像没什么。前期有什么好玩的啊？
噔噔噔。来。啊？怎么打不动？啊，这该不是要圈圈内才有伤害吧？哎，这怎么玩啊？这只你都在玩大蒜，要玩食物。没有，对，这样子咯，就是这样子。阿奈博没伤害啊。鸽子要圈内，什么圈内？来这边啊！来圈内人，太圈内了吧！圈圈变色成了攻击，然后要在圈内被射到才有伤害。我来死了，太难玩了，太难玩了吧，太难玩了吧。反正有成就是要用它破哪一关，不是吗？哦，叫死以为圈在叫我，嗨，圈圈，你好啊，确认。哦，空宇跟你说一下，那个木木，每个都要讲一下啊。你那个木木可以聊天，但是不要聊太深入啊，他会问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会引起你的兴致。对，那他对于你超商上班的兴致，可能就是因为啊，他的男朋友在超商上班。可能就是因为你引起了他的好奇心，等后续变菜鸟就多 OP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菜鸟很 OP 啊，各方面好吗？灵狐、一发、力值、断腰、六宝牌。力值、一发、平狐、断腰、七宝牌。我尽量了，没事啦，没事啊。就跟你讲一下，他可能会突然很热情，然后开始问：“那你多大？”对，他各方面啊，年纪啊，或是眼睛啊。你现在讲这些干嘛？我玩这游戏时速不到两小时，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东西。看无，对啊，现在只要每个被他问的人，欸，我都会鸡婆的跟他讲一下，他就很像拉那种拉直销，有没有？然后我就会制止他，啊，就在隔壁桌跟人家讲一下，欸，那个小心一下他哦，听起来就怪怪的哦。可以拿复制戒指，还没出现啊。好，有看到我拿好不好？我答应你们，这是我们的约定。我答应你们，我拿啦，戒指很重要。好，我记得了，闪电戒指嘛，复制戒指嘛。好，我记得了，我记住了。往外抽烟。重点关注木木，对，他是稀有奇怪宝贝。哎，别人的宝贝，稀有奇怪，哎，别人的宝贝。他是别人的宝贝。
嗨，燕子。还是哪天出去的时候？哎，小玉，你来台湾之后啊，你回台湾之后，我带你去找燕子好了。感觉你们有相同的喜好跟兴趣，就是喝。没有啊，他最近比较少了。最近我不准他喝，他每次喝都很危险。哎、欸，谢谢谁？一直想问教主的问题就是，教主有开加班台吗？我不行开啊，我开加班台的话，电脑会……你是说这个王冠吗？我开加班台的话，我会完蛋啊！你看，像今天我这里好，这两天我家就36、37度了，还三月而已哦。你看36、37度。我要怎么开加班台？我就每次开一开就说时间暂停，那睡醒再继续时间这样子。我没办法，我很想赚钱啊，但没办法。呵，对，我就觉得你们会成为一个很棒的好朋友。来自我家吧，电脑帮我家，我不要。今天就算我的屁股没有痛，但是你要顾虑一下，我不想让你屁股痛这件事情，可以吗？我们要替对方着想，我不想让你屁股痛，但我自己也不想要屁股，怕电脑爆炸，怕哎。欸几万块的电脑哎、欸，我讲电脑好像没有几万块。嗯，那要不要替你的屁股着想？不是啊，他怎么可能替我屁股着想？他碰不到我的屁股好吗？我跟你讲，睡觉我就屁股贴着墙壁，要么就从正面上我，绝对不可能让他从屁股上我好吗？我跟你讲，背后面对敌人是武士的耻辱，这是索隆说的。你家很大，我知道，但是茄哥不要，茄哥不要，我高规格。你说开个加班台，再组个高规格哦、喔，哇，你很会想呢。来，马上开个加班台，第一天钱没到，电脑爆，哦，单压，钱没到，电脑先爆。你快笑死！什么笑死？哎、欸，怎么突然好想吃寿司哦？在晚上聊吃的，快点！突然想吃寿司了。一点怎么看啊？一二三，还不够哎、欸。
是要十等才能，都不对。好吧，还是去拿好了。哇，钻桃！我刚才想说大蒜的台语怎么念？哇，蒜！一顶爱配蒜桃。不是你们今天讲那个什么什么流派，你们有办法就是让这一回合都拿到蒜头吗？这不是道具都很随机吗？哎呦，吓死了！有靠！我最近好开心哦，可以看到晴儿、九口都会出现了。有角色哦，你说有角色可以固定？快跑快跑快跑！九口九口来了，我不能死，我要活下来！噔噔噔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哎呦！看到我不开心吗？开心死了！你是我们的开心果哎，你是花椰菜开心果，怎么可能看到你不开心？每次看到你，嘿，小鱼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你讲嘛，你讲嘛，你讲嘛。不是啊，你每天都可以见到 Joko。 那天吃马吉奶奶还开视讯不跟我说，会难过欸。我想说，你说你在陪他吃什么意思？你有在吃马吉奶奶哦、喔？结果嘞，在那边背着我偷吃马吉奶奶，还开视讯，我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好，木木拜拜。你知道眼泪不是用滴的吗？是用流的、欸。啊啊啊！哈哈。YT 主页突然推荐我电脑也可以踩地雷，是不是？我还偷吃九口呢。啊！老鸡，你看啊。贪婪不够。好啦，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。这个私下我应该不会刷吧，等一下应该就去睡觉了。没听错，我就是这么乖。我最近又把作息调回来了。好喽。大家晚安，看一下隔壁有谁开台啊？看一下被米娅带去哪里？啦啦啦啦啊！菜渣在艾尔登，我等一下进去吓吓他。好了，那就先这样，感谢各位，那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